將知識融會貫通，淨係上堂當然係唔夠啦。今日就會同一班後生仔一齊體驗下佢哋學習經歷。其實 Alison， 我想問一下咧 ，Ivy 黃克徑除咗交通方便啦，同埋環境舒適之外，你覺得仲有啲咩好處呢？其實呢度都會舉辦好多學生活動嘅。咁我嗰陣時咧讀工商管理嘅時候咧，咁學生會一起搞唔同類型嘅活動啦。咁其實呢啲經驗咧喺我之後升讀 Top Up Degree 咧之後咧都會好有幫助嘅。Steve， 我知道你很犀利嘅，咁啊攞咗呢個獎學金去外國讀大學啦，依家咧仲入埋呢個大公司添，係咪？係啊，其實我冇諗過自己可以出國讀書嘅，嗰陣時喺度讀 N 字真係好開心，學習氣氛好啦，自己都變得積極主動，咁成績自然就好咗啦。幾時都話啦，揾到自己嘅興趣先至可以發揮到自己真正嘅實力。除咗興趣之外啦，我哋仲可以將課堂嘅嘢運用喺工作上面，就好似我而家讀緊酒店旅遊高級文憑咁樣。可以在學校的訓練餐廳實習之外，還可以出到去外面不同的機構實習，這樣才可以學得快點深入一點嘛。Ivy 黃克徑將理論放諸實踐的教學方法，果然令到同學仔讀書事半功倍。